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放轻松乐器的店长小赖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测试一下新城吉他哦，他这一次送的包呢，哦，就是他的琴袋，那保护性怎么样？我们先丢一支新的，这是完全新的吉他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样式，它都是完全新的哦，全新的一把木吉他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吉他放到袋子里面，好，好，这袋子非常厚，我们在影片中有介绍过，超高哎。我们来那个摔摔看哦，看这个袋子的保护性到底有没有到这个水准。好，那我们把我们的木吉他放进去。好，那木吉他最常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倒下去之后琴颈断掉。好，那请我们包子老师把那个琴袋用力啊，看一下那个情景状况怎么样，有没有问题？欸，没事， good。 好，那我们再来屌一点的哦。这一次我们用空抛好了，空抛，好，空抛，空抛，好，正面空抛， OK， 好。还带旋转，要行啊！旋转空抛，看一下吉他有没有怎么样？好，检查一下，下面有伤吗？哎，没事。好，好，非常好，他还活着。好，那我们再来一个正面垂直落下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垂直落下，看底部哦，那个。屁股会不会爆开哦？踢，好，垂直，好，垂直，啊！懂，我操！我们看一下屁股有没有爆开哦。好，好，大家检查一下。哎呀，非常好，屁股还在，屁股还没裂开，好。OK， 表示哎，这个琴袋的保护性真的非常好。OK， 那今天的这个新城吉他的这个原厂配包哦，配袋呢，我们的测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谢谢大家。